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世音菩萨出家日，有人要出家无？有啊无？你讲有啦，心出家啦。啊，外表随缘，好无？心爱出家，想要出家呢？佛教讲家就是一个轮回、逼迫、痛苦。想要被盗贼得救。生啊，我换正手啊。然后呢，所以到这两只手就休困了。好，赞明师敖世良一定是刮青，然后摄影师拢是影星，安尼啦。啊，各位拢是好业人，迄点灯的拢出事伫印度。啊，点香的拢出事做阿毒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果报无同款。念一遍，相信因果。咱做甚物代志，绝对有一个果报，佛教绝对相信。咱今日有法度伫咧这片土地办遐尼一个法会，
哦，咱过去一定伫这片土地，甲这代众生结善缘，特别大了，还够真济。念一下法会功德，回向所有原住民及其往生者，同享功德。所以，咱家这个好好的学生囡仔，好好长，老师一定拢有缘会记的。所以，刚才我今日想了好多来高雄，来高雄出世的，啊，我伫高雄出世的，我记个搬三个所在啊，搬来搬去。所以因为老爸好家，阿个散个好家，安尼啦。想来呢，爱跋筊，啊，想来跋筊，因为趁钱，所以有钱就会跋筊，无钱就无筊跋。安尼我才有机会阁搬登去台北，想啦跋输筊。所以，那这样才有法度得到无共款的环境，所以有法度出世伫高雄，那叫一个台湾人的个性啊。啊，我都去台北，还够了解台北人，他比较国际化，各一种不共款的个性。来，回向所有蛇类众生，安享天年；所有往生蛇类，离苦得乐。那今天还有叫我来四脚蛇，黑龙统就几架。1.5公尺，1公尺那么大，包括尾巴，跟它尾流像鳄鱼一样。那这种四脚蛇是活在水里面，专门的甲鱼啊，但是如果是企鹅顶的四脚蛇，就跟水甲，水中的四脚蛇较大只。啊，为什么伊要钓呢？因为外国人、欧洲人喜欢它的皮呀，提一皮来做皮包、做皮围。那蟒蛇也一样啊，它的蛇有花纹，所以拿来做这些皮包。它也罢呢，我们在那边慢慢在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跟这些蟒蛇结善缘啊。所以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也做过蟒蛇呢啊。所以各位要听给方孝孺的故事吧，对不对？明成祖下命令，然后呢，杀死方孝孺十族800多人，因为呢，方孝孺过去的爸爸，那欧蒙阿波，结果欧了一个龙血，害人家抓，他不但没有觉得啊慈悲心，叫人将那个抓个抬死，因为抬进京啦，那个红衣老人就是一家红蛇的头，那个公啊，你们能不能放了我们，给我们3天？我们理亏，那么我们全家对你感恩呢。结果方爸爸也没这么做，今天还叫人办会，还用尽办法弄给人抬死。结果一打抓死后，这个红衣老人过来跟方孝孺爸爸说：“将来我会投胎在你的家族，杀你同样的人数啊。”那所以后来这个蛇王就来投胎做方孝孺啊，然后呢，方孝孺故意就去得罪皇帝，然后呢，皇帝就下命令杀他们全家。所以各位，这个叫晚清这柱。所以这只蛇来投胎他家里，成为一个就像宰相、翰林学士，又会读书，口才又好，目的呢是为了得罪皇帝，然后皇帝才会下命令。再来法会功德，回向蛇王及其800多眷属；法会功德，回向方孝孺及被残杀的族人。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但是各位呢，两边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啦。凯利胡高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大就是平等，没有分别叫大。所以以后各位的下敲多百威也是这样下。为什么说我们要写冤亲债主？啊，咱辛苦的破病，那以后的后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病
就是来自于冤亲债主啊。那你对冤亲债主很慈悲平等，那你的身体就健康啊。这个叫大悲咒，一定要有平等心来念。那不是大悲咒是如此，是每一个咒语都应该如此。所以今天是大日子，来救猴子，救水果蝙蝠，救大海龟，那想尽各种方法跟所有众生结缘。所以给些我们现在很多人生病，有时候给他查出来了，都是动物灵附着不一样的动物。昨天在台南，那个爸爸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来啊？那小孩子不能动了，脊椎开刀啊，喉咙也好像插要钢架，阿伯一伯他都叮当，然后越来越没办法吃饭。然后他们问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儿子身上有一只被箭穿过身体的一只鹿，有一只鹿啊。意思是说，因囝过去时去抬死一只鹿啊，哎，还几个插的迄鹿啊，辛苦，所以鹿啊疼啊，今嘛点因囝辛苦，腰不能动，箭穿过去，安尼啦。所以我们昨天大家为他们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然后看得见的那位老师说：“哦，减不起啊，安尼啦，减不起，因囝都有叮当啊，啊，哎，只鹿可以爬起来走路，安尼腰就好啊。”然后搁个超多，阿里边护卫辛苦啊。那我想各位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啊，就像我的故事拢知影，台死一只蛇，迄蛇会疼，伫我家疼二十几年，小小的一只蛇。所以每个人得罪的众生不一样，所以但是真侪人无了解这道理。我台死一只蛟啊，昨天有个女居士讲伊头壳疼，一看。几只蛟啊，几只蛟啊！所以还有一次也是一样，有一位女菩萨一讲的，耳康达康救救救救，应该查，搁几只蛟啊，把你救你在去休息。因为鸟的武器就是叫叫叫，还有点港口啊。所以我想每个人，我前一阵子这个脚就叫脚膜炎，卡道夫脚膜炎，好吧，那个膝盖。医生叫我天天运动啊，吃痛的时候吃药啊，按摩啊，我嘛去走，哎呀，拖了一年，没后了没后，不小心就发作，不小心就发作，晚上睡觉还眠成了修嫩，那个脚没支撑，早上就没办法走路了，那叫做脚膜炎，哎呀，结果医不好了，后来有一位打坐菩萨说，师父，你卡几只爪，我你们卡咋讲？然后我就帮他写牌位，哎，做功德，改一下主阿公，哎，我现在功德回向给你，皈依三宝，念念没？没有再痛过了。所以这是我的感应，我跟各位说啊，真是如此。像各位都在念七遍大悲咒，那不得了了。所以各位弄一罐水，那这个大悲咒水，今天假设有800个人念，一人念七遍，5000多遍的大悲咒的加持。你就要较强的用的，所以每次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因为我那电话号招来招去，有些老师说海涛法师，你坐在台下顶吼，迄台众生拢袂护你，因为台下顶有护加持。啊，你若行到涂骹吼，伊就为你的脚底背起来。我说我也知道，背个卡倒呼，背个卡底，我就会开始酸，有一点痛，啊，有时候爬到腰，各种各种的。因为前面讲来无量无边受苦众生，但是各位你不要排斥啊！你讲哎，安尼我不来参拜后悔，那你不慈悲啊？因为这代众生，像我昨天在麻豆，奇怪，搞个中被个中到后背一直紧，我怎么讲？一直痒，一直痒。那我就问那位老师，这是安怎？师傅，迄搭动物看到你真介意。我介意安尼哦，啊！你辛苦，甲你扫来扫去，啊！你落上来上去，抹油也袂好，即嘛有影，走来走去，这边玩玩，这边这边玩玩，那边啊！啊！你落给因安慰一下，摕一寡物件给因吃，跟皈依三宝哦，对地藏菩萨去，安尼就好啊！我即嘛讲话，你拢要记起哈。所以
马上就没金花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早上出来右腿在痛，但是卡掉哎，也说一下床就觉得怪怪怪怪。那我也就问一下，今天老狼蒙魂呢，破病死的啊，所以没走路。但是我认为这样对我今后啊，那我就会跟他说话，老狼，哎，我今晚不是担心我痛，我是担心他痛，我不知道。那你想自卑心嘛，未使想了自己啊。我再去听咱湛严法师讲，来暗时要睡，落地个做地藏菩萨。我拢暗时要去极乐世界拍摄，安尼较好睡啊。我今晚要先盖，先落地个再来极乐世界啊。所以，然后早上，哇！早上要做千手千眼，把酒来泡，开酒来坐，到处帮忙，所以观世音菩萨不是坐遐念，观世音菩萨是啊，用嘴、用手、用目睭、身躯啊，用甘露，到处去帮助众生。所以我昨天晚上忙到两点半，可怜哦，啊，起码有真侪众生，你是啊，较平大车，拢暗时啊才来。然后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那个打电话给我，哎呀，叔啊，紧嘞，你有下百位，哎呀，我都把我手机关掉。现在想想哎，不慈悲，因为我在痛的时候，我打给对方老师，他手机关掉，我只能痛到天亮，我哪有办法，他不能回答我，因为有些众生一定要知道，让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这样啦。而不是说我写个牌位。但是昨天那位老师讲了一个方法很好，各位气话麦，你今天回去膝盖卡到后来听，你就给他下几张牌位，附在我膝盖上的众生亡魂或是亡灵，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人还是动物啊，给他取个名字，然后呢发个愿帮他做一些功德。我都会拿米啊，拿水啊，一颗甘露丸啊，我给他放一百块啊，两百块啊，较大条一千块啊，帮你做所有功德，哎，马上就好了。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是谁，我意思就是摆位下后，你就把他放在腿的所在，我帮你做功德，他说这样好，试看看。因为我说我要问什么人，那我像我这个人每天都被卡东卡西卡东，自杀的、车祸的、军人的，我只要车子上高速公路，我就有感觉了。唐阿蒙怕鬼压压臂压臂，修道人哎，靠右边，右边痛；窗户靠左边，左边痛。那哎，讲师傅你主逼我主逼嘛就赶快啊。那只是说现在比较轻微。我不会发烧啊，不会发作，只是会觉得我这个手就拿不起来啊，然后拿得太高会痛啊，又附在这边了。所以我去日本回来，从手指头附到这里面，各种的那是大部分都是自杀的啊。但是我那么修歹比心，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没有感觉到他痛啊，我们生不起悲心啊，我们可能会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没事晃来晃去，我怕你精进。所以你如果感受到他的痛苦，而且他给我们的痛苦，像我有一次眼睛，事实上今天早上眼睛也不舒服，整个都红的，有这一颗好像冒火一样。他给我那一天冒火是因为被火烧掉眼睛的魂附在我这边，早上是一个眼睛瞎掉的老人附在我这边啊。但是各位，我现在觉得很温暖。我袂讲，因为哦，伊足艰苦诶。你该写百位，你知影？你该讲哦，啊，你马上好去，你种欢喜啊，唔是咱好去，是伊好去还要紧。那老人哦，哇，今嘛把酒无咧有退休啊，无咧听啊，啊，能够有法多解结缘，所以你心里会很快乐。我想你们这边来慈悲最快乐，所以各位爱画这条弯啊，来
愿众生拢来我的身躯，稍等下去念，拢带回去，好不好啊？你要有这个感受，但是你要修到，不是干那辛苦，阿爸也没用辛苦，用心感受他的痛苦，这个叫大悲心咒啊。我想，咱起码还没有修到心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身体持戒了，咱起码辛苦加财啊，至少我们不执着身体了，了解吗？所以这个身体可以感受到众生苦了。哪一天你内心里面完全无我了，没有贪嗔痴了，只有大悲心呢，那你就可以用心里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大悲心被他形容呢，你的孩子在感冒，哎呦，你心肝很痛，这是自然的。但是你对别人你痛，你心肝不痛，因为我们只对孩子有悲心，对别人没有，这样就了解了哈。所以为什么要念咒？我骂你白面红，因为对方在疼。你若无念咒，无念佛，那么伊就无法度离开痛苦，然后你的心也感觉会艰苦啊。唔是，迄种艰苦唔是烦恼，咱囝在疼，迄是超凡烦恼。但是看到可怜的人，咱心肝在疼，迄是慈悲，迄无共款啊。然后有些慈悲心，主人那么恨啊，那多那些些概念嘛。啊！我从我拢念这边来，嗡哇吱啦达摩，哈利，我念下对，这个是大悲心咒，大悲咒的心咒，哇吱啦摩哈利，哇吱啦哈利，乃至你念下背变吸吸吸，哈利哈利哈利，还是吸吸吸，就是讲你那念嗡嘛呢变变红色，后边一滴的地方啦。那我们是嗡发吉啦，就像各位念那个点灯，嗡发吉啦，啊。因为这叫代表嗡半扎阿弥达，所以这前面的一个金刚加持，所以金刚代表空性，然后呢，细致代表悲心，都可以。但是力量观世音菩萨感欢艺术啊，最主要是每一节的痛苦，弄好了升起慈悲心，咱今日修行就是希望，咱老母咧破病，咱还能紧急。现在一只高下一个众生在受苦，那么就紧急的，所以自然流露，自然流露。而且这个流露到你认为生命活着的就是为了慈悲，存在都没有，没再过一个我在慈悲，观世音菩萨说的我在慈悲，还没有千手千眼之前说到地狱把它净空，到恶鬼道把它净空，但是他还觉得一个我在净空这个地狱恶鬼道，但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没办法净空呢？他还有一个我，所以他退转了，一退转逃开了闭亏，然后代比阿弥陀佛给加持，了解这个道理，给念代比咒，所以那个时候啊，他才化现，他开悟了啊，原来痛苦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慈悲要永远存在。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救苦救难，而且要广大灵感圆满无碍，所以各位跟他只要一万人你大家都会看得到、啊、每一个人的苦你都知道、所以、你还有办法帮助他、所以当然献寿来献出千手千眼一千只手，一千只手代表一千个转轮圣王的力量，你刚才说地球所有的人的力量你都掌握住，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地球所有的钱都在你家，这样你去帮助，所以你要慈悲要有这台大圆满的福报，一千尊转轮圣王，千眼，一千尊佛的力量，你要一千尊佛的慈悲跟智慧，这个叫合起来世间法，出世间法拢圆满，那咱就好多代主代弟。但是话又讲回来，你即马就开始不用啊，从一开始，从零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到一亿，到无量无边，各位不断去助逼。
不断去帮助众生，但是在帮助众生的同时，那一个用着无我空性的大悲心，存着这种的智慧的心态，叫禅定与智慧啊。所以你圆满了大悲心，那大悲心不代表大悲行哦。哦，我只要慈悲心嘛，我看了心肝真疼，问题你没有能力啊。你给你看了老人，你破病，你有悲心没有错啊？但是你没有能力帮助他，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悲心就当作慈悲啊。好心当然会有好报，但是有因为慈悲心而发起的行为，那才让你真正有福报去帮助众生，不然你会觉得说啊，有心无力。所以各位要把握机会，有机会，我记得我在高雄一个老婆现在已经往生了，他说师父啊，功德要加减贪，看到就贪啊。再去咱赞严法师跟咱讲啊，看到动物来念什么鬼乎鬼话鬼精，这样要念啊。其实看到人也要念，那拍摄念嘛，看到念阿弥陀佛，那也是鬼啊，希望你鬼阿弥陀佛。所以不是只有人树啊土卡任何的所在，所以我很爱坐飞机的啊，坐飞机我很好受用的，哇，那么高的所在看下去云啊海水啊土地啊人啊山啊，这里面水陆空众生，你就那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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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一滴，跟他，我们像引擎呐，慈悲心像引擎，不能停，一停飞机就掉下去。啊，你要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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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这个状态。所以呢，什么叫大慈大悲？那就是没有休息、没有睡觉的悲心，一滴的塞，一滴的塞，但是却没有觉得有一个我在塞，因为。慈悲就是佛菩萨的生命，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本体。所以我来讲呢，各位绝对不能将佛教当作理论研究，当然看佛经爱看，但是看佛经不是干呐，伫永远咧看佛经，永远坐遐念佛，永远待咧佛寺内底，永远咧打坐，那是短短的时间呐。那大部分的时间，那各位要。把慈悲心用在别人身上。刚才我经常，我以前做旅行社，那我以前的老板就说，你们做领队要干嘛？领队就不要一直坐在前面打瞌睡，最好坐在后面，前面交给导游，你再坐在最后面，坐干嘛？随时了解人客要创什么，这样要变数吗？嘴大吗？你们这样困呢啊，然后一路车，你就要个变下头前，刚知影个变数在虾米说嘞？啊，最后同胞最后一个上车，啊点人数，那你要一直忙这个。吃饭的时阵，大家拢坐好啊，看菜有够无？吃饱要带去倒，但是吃饭的时间哪会使短短啊呢？那随时眼睛、耳朵任何动作，拢咧。关心对方，那各位这个要练习，不然我以前的个性不是这样，我个性因为我比较孤僻，爱看火车，迄阵在家爱看车，爱跋脚，爱钓鱼啊，就卖有人就好了，啊，很单纯的禅定，跋脚钓鱼啊，看车，所以，但是叫我们去面对人群，哎呀，会觉得有压力，很厌烦。但是我师父就跟我说了，哎呀，出家出离自我，奉献给大家，到市场到花园，只要有人来了跟他打个招呼，按捺，就像我们以前在恒春武功室，文殊光，哎，你不要一直躲在房间看佛经啊，我知道你很会看啊，在那边打坐啊，你要水洗碟把靠阿公阿嬷来啊，刮一刮金爪，我刚去还好玩，哎，我们恒春的会长又来，阿英阿婆算，还问同学，我在家都捌伊啊，
他无几工，伊嘛无看到我在家，因查某囝看到我在家，到出家啊啊，要去接待别人呐、啊。阿公啊，摕猪肉来，摕金纸来，你来个对号啊，甲伊讲话啊，慢慢慢慢。所以我认为这个因缘创造，如果我去读佛学院，那我可能很会读书吧，然后做个老师，那就这样，大不了做个佛学院院长哦，那，但是我没有接近人啊，没有接近众生，老实讲，我来读佛学院，我这世人一定没放心，啊，个别做烟供，行了，因为我们的教育啊，都是属于这样知识的教育，否定了这些传统的非常好的仪轨，这个科学，慢慢你的人呢、啊、就会比较孤傲，离群所居啊。所以我讲的艺术呢，佛教所讲的这个慈悲心，它是要用在众生身上。一个老母，他绝对不是每天在那边看婴儿教育手册，啊，囡仔不爱插伊，安尼啦。有可能是讲老母无法度一边拿着手册，一边给他喂牛奶，安尼塞。但是帮助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观音菩萨出家日，出家是出离自我、自私、个人，完全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众生，直到所有众生痛苦轮回停止，观音菩萨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不管每一个菩萨都是这样，所以把酒爱泡开啊，手爱直直要去共揪、共握手啊，给他徛在菩萨都一定爱安尼。所以我的师父如虚长老，你来该讲话，伊就给你牵手，迄目睭了，阮师父目睭足水的安尼呢，啊，因为没有白眼球，他不像我们还有白眼球可以瞪人，他没有白眼球，啊，他眼睛就是亮亮的看着你，啊啊，这样，他讲那个声音。哎，无从我那讲咩啊呢啦？啊啊，因为菩萨嘛，我师父是菩萨，这是我的福报。真华长老像阿弥陀佛，啊，卢须长老像观音菩萨，觉光长老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不得了！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这样啊，人未使直直做家己哈。人爱练习做观世音菩萨，做地藏王菩萨，做印光大师，做真华长老，你要去做别人，人做自己。查甫人爱学查甫人，查甫人爱学查甫人，人嘛爱学狗啊。所以我最近咧申请一只狗啊，申请未来。什么狗啊？放喺台下顶，干那有尾流，佫袂放流。什么人该讲话就有尾流，有尾流安尼啊？啊，人就说：“哎呦，提起咱对狗啊！”会注意，我刚才起这个念头而已哦，我现在走到路边四只狗都会对我，我都会卡到狗啊，因为我开始爱狗啊，我最近想说爱有一只狗啊，啊，不然现在饲那么多狗啊，没人在注意啊，没人在认养啊，所以啊，大家看到狗啊，有这个境界，我们就想到要帮助狗啊，这样的意思啦。所以，但是光这个念头而已，真的是走到什么所在。哎，我最近他们老师给我说打坐不是，师父你最近旁边跟蛮多狗的，然后怎么都会跟着，因为我们对狗升起了一个悲心嘛，也希望狗呢能够爱护众生。所以各位讲到这讲大悲心，你现在开始想老人，所有破病的老人，所有孤独的老人，你要点来想，这个叫大悲心的这种原理在这边，这个叫秘法哈、啊。很多人把秘，所谓秘，当作是我看真济经，我读啊足深的，我就要念几位，那个只是一个助缘，而不要停在这个仪轨上面。这些助缘，让你念佛、背经、修仪轨、闭关，都是为了开发你心里面的佛性，好的那一面。慈悲心、智慧、热忱，帮助别人，你要这样去表达出来。
就像我们去年去日本高野山空海大师，空海大师是哇算日本密宗的开创人。那现在仪轨那么多，伊问我讲啊书面啊修，很简单，空海大师归故位，你个背起来可以走得好啊。我背了各位听下来，虚空境，唔系众生境、法界境、涅槃境、我愿乃境，我即个众生啦拢离苦，法界啦拢清净，拢涅槃。涅槃境拢解脱了，那我的愿乃境，这个就是空海大师的心，这是最高的密。所以所有的仪轨不过是要让你培养，供来供给来念一下大悲心、菩提心、空性，你来培养这个。两代比酒是希望让大家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心，乃至有观世音菩萨的心可以做观世音菩萨的代志，那你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合为一体，那你得到所有观世音菩萨的力量的加持。刚才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仪轨没有高没有低啊，不是念阿弥陀佛较高，阿弥陀佛较低，还是我修阿弥陀佛的仪轨超过你咧念阿弥陀佛。有真侪地气混珠，哎呀，你刚才要念佛，也不会念阿弥陀佛常咒，也不会念阿弥陀佛仪轨。那这个讲法哈、不对，不对，啊，为什么？掌握到心最重要了。所以所谓密，密的是不间断，不间断的慈悲叫密，所以我们叫密咒、大悲咒。应该呢，修为大威德金刚，啊，这是文殊菩萨的密，保持空性跟悲心。安尼该超度，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啊，各位你起往生牌位啊，合掌，南无地藏菩萨，你用地藏菩萨的心，你看到一尊地藏菩萨，希望迄搭亡魂拢超度，脱离三恶道，往生净土，你就安尼来念地藏菩萨，千万超度未？一样。啊，你看到一个人念地藏经也要背，地藏仪轨就好，但是呢？他在念的时候忘了那个心，他只是想要把它念好，不要念错啊、把它唱出来，但是忘了那颗心，所以然后他就不是密了。当然这个念出来的声音还是有加持的，但是你要超度对方啊是一个心态。所以说了这各位要记得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样降服最难降服的魔王？释迦牟尼佛没有修什么仪轨啊，释迦牟尼佛打坐进入永恒的慈悲啊，慈悲三昧水忏，慈悲这个力量是魔王没有的。然后他把这个慈悲心，不是去打魔王，哎，我把我的慈悲心能将奉化来让魔王进入我的心，第二个让我的心进入魔心，然后魔就看到自己了，原来我不是魔，我是佛啊。那是呢，你把你的心打开让魔王进入你的心，就像儿子看到妈妈，儿子就平安了，然后哎呀这个不安定的儿子就乖乖了，没考啊，刚才昂婴啊小婴儿生出来还很喜欢妈妈的心脏震动啊，那样因为他一靠着他就平安了。所以我想各位念大悲咒，那么很那么多人也那么多人不，你要把观音菩萨的十种心跟十二大愿，对普度六道的慈悲愿，他们往生净土的愿，赶快来对，透过这个声音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进入对方的心，乃至直接把对方拉到我的心里面来，让我来呵护你、爱护你。就这样，那个了了，《地藏经》《阿弥陀经》《药师经》《金刚经》《普门品》《华严经》都可以。那当然，咱读经典是要把经典的精华，像各位
地藏经都很熟了，地藏经里面的故事，地藏菩萨所求的业果轮回，地藏菩萨要讲佛名号的功德，乃至呢希望我们回向法界，啊，你跟他吸个，但是你记住哈，他吸个药你不要一直执着，我还要再多念几遍，当然有机会在，但是最主要是你要把这个地藏心，这个叫甘露丸啊，我们中国人叫中药药丸，这个药丸就是几十种药啊，好好呗，你吞下去就好，这样了，你就直接把地藏菩萨的心观现出来。地藏菩萨的心观是什么？各位讲一遍，如意宝珠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心观。地藏菩萨要让一切愿代一切众生苦，那个如意宝珠有法度将众生相拢吸入来，然后将地藏菩萨的光明搁给对方，所以消除幽冥轮回苦。幽冥不是讲讲地界，天道人道嘛，叫做幽冥。想了，在无明的、没有空性的，搁咧轮回。所以我想，各位不管你咧读多一本经，不管咱是在家出家，捌字唔捌字，你抓住这个重点就好。阿弥陀佛，我希望大家拢脱离轮回世间苦。拢去极乐世界，什么人拢有法度去？九品嘛，什么人拢有法度去？无合法的人，做歹代志的人，拢有法度去；有效的人，皈依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包括众生。有人问我讲：，迄动物一只狗遐，敢有法度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啊，十方众生，一切众生，不是干那人。所以意念我者。念我名号者，愿往生者，乃至为求菩提道者，都可以拢有法度到阿弥陀佛的世界。请问极乐世界是不是阿弥陀佛心观的显现？一切为心造。所以各位，如果你的心有这个悲心，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极乐世界在我心中。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就把极乐世界给他看，就像各位来，这球好碎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叫森林道场，对不对？这样边啊球啊根根，所以然后也不太热，那还好，心里很舒服。但是这个你不用去背，有些你把酒开起来，这个门家永远在这里面，就算这个所在有一亿个一亿张球啊，都没敢吸的，你看过这边，就拢在你的心肝。那极乐世界，同款。你只要对极乐世界有信心，你看过经典，所以咱即摆咧做动画，希望对方看到。一看到，哎呦，极乐是我家啊！因为极乐世界的显现，是给众生一个最快乐自在的心灵的形象，那才是真正。可以住在那边的地方，因为那里没贪嗔痴，没歹人，没人跟你冤家，那里都是不退菩萨，那里是阿弥陀佛，那里有法度去十方诸佛。那这个整合体，当然我们了解一遍修法师啊，你后来融入于阿弥陀佛的佛号。所以当然我们要念大悲咒，乃至要纪念观世音菩萨，那当然各位能够给他给破门品，看过大悲心陀罗尼经，乃至经节告诉描述了观音菩萨安乐度众生，那你知道了，你自然就放在你心里面，然后再来一遍的话，也开始去做菩萨的做的代志啊。所以做观世音菩萨的化心，因为你将观世音菩萨的心那放在你的心肝里面，然后走到想说欢头喜面帮助别人，这样叫做修行啊。不是说我发觉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他较老，晓得吗？不可以输人，这样啊，不可以输人，这种观念不对。结果你在读册的中间都不爱去自卑，你读五年的册，将观世音菩萨的经典都看完了，你出来也不好，
因为你失去五年的慈悲，你出来不要慈悲啊。但是大部分的教育以为说啊，既然要成为一个专门的人，法师，那专业者，那我就要研究很多。所以有时候你说啊，专业的医生啊，不如一个老经验的老人，那老人啊，手给你摸一下，这一切都有问题啊，因为他的心就是医生啊。所以有一句话来，经藏在我心中，这点很要紧啊。所以各位可以一定要读佛经，但是不是迷恋在佛经，是吧？从各位现在在听我这样说，里面有几句话你可以用的，你把它放在心肝，那一世人就改变。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举重就像跳舞，很期待吧？面对杠铃，不是硬碰硬，而是找对方法去面对它，就跟防疫一样。面对挑战，我们可以改变接触它的方式。加油！面对未知，我们可以谨慎以对。面对不安，我们可以彼此加油鼓励。面对压力，我们可以举重若轻。我是郭星辰，我们一起罩住彼此，战胜疫情的挑战。团结抗疫，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台湾，三支刃！42章经，泛凡人百，不如泛一善人；泛善人千，不如泛一持五戒者。犯五戒者万人，不如犯一须陀洹；犯百万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犯千万斯陀含，不如犯一阿那含；犯一亿阿那含，不如犯一阿罗汉；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巡回行动共生第22场来到了北部地区蓝天碧海的三支大院净愿佛学会举行，使北区的僧众们也能接受到巡回行动共生的一份心意。今日微风徐徐，柔和的阳光照拂着正忙于接待应供法师的工作人员，从每一场的巡回行动共生活动下来，俨然有一股默契，循序渐进地为来到的应供法师们核对资料。大院净愿亭内花草吐露芬芳，相互绽放异彩，感恩百忙中再度莅临的明光长老为行动共生主持。长老也特别在开示中表示赞许与支持巡回行动共生。今天啊，风光明媚啊，阳光普照啊，可以看到蓝天，看到碧海啊，你看到我们几位平常就在淡水三支啊，我们这一代来修行的诸位僧众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来
参加今天的这个行动共生的盛会，啊，可以说是啊非常的殊胜。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啊，从去年跟今年呢，我们大型的公再生活动啊，几乎都是停止了，啊，都停止了。包括宁可共活再生啊，啊，都是改变成啊比较小型的啊。那我们特别是我们生命电视台佛教慈悲这个基金会啊，作为护法居士啊，我们在这个吴秀慧居士啊的发心，然后带领大家哈，在各个地方来行动啊，来共生呢，这个非常难得，非常有意义。巡回行动共生法会今日将供养来自新北市万里、八里、三芝、石门、金山、淡水等地区的法师们。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执行长吴秀慧代表致辞说明。此次行动共生也特别感恩大愿净愿佛学会新会法师潘会长及所属美乐星素食餐厅团队提供场地，共生及供养僧俗二众丰盛的午斋，新会法师代表感谢。在司仪慧公法师的引领下，共生法会进行得很顺利与流畅，让与会前来因供的法师们一一接受供养，庄重圆满。感恩所有法师们慈悲前来迎供，感恩所有参与和赞助的菩萨大德们。生命电视台北采访报道。经常说问道友有信心没有，我们把这个问的问话心里想解释错了，说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信不，不是向外，是向内。相信不这心什么呢？是佛大方广佛华严经向你自己心求，这个道理比较着在我们佛教讲的深一点，说一切佛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佛，信不信第一个得建立这么一个信心，第二个考验啊，有信心没有，你觉得你思想不对，不合乎佛所教导，不合佛所要求，你赶快收回来，觉知前面起呢，觉得念头不对了，马上止住，后念绝不相续，觉知前面起呢，能止后念不起者，是在有信心。有了信心，你有什么表现呢？在《华严经》在出师进品当中，你自己能够知道自己，也能知道世界。入了信位的菩萨，了了生死，有信就能了生死。这个道理不过是一般的说起来很深，一般的没信佛，说向外信，信外头的佛法僧，引发你自信的佛法僧。那究竟讲起来呢，是相信自己心跟佛无二无别，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我们这里头有些佛弟子啊，为什么在心经叫观自在，为什么在法华经叫观世音，什么道理？一般的有的人他不明白，观自在是心经，心经叫观自在是自修，
自己关照的功夫。法华经说观世音菩萨是度别人，听见世间音声就去度他救他，那是利他。心经般若分呢，般若部分的心经是自利，自利就是自修，当你自修的时候就用观照功夫观呢，不是向外啊，向内，向内就关照你自心，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人这个肉体就是三心二法，受想行识心法，这个肉体呢是色法，有形有相的，心是无形无相的啊。这来照见五蕴皆空，是自己修道。说心经就是修行的方法，你自己就修吧，修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是种子，是因，修成了加万缘铸成就是果，那就成道了，成了道了后利于人。所以你要想入佛门，第一个建立信心，相信自己，相信佛所说的法，我是相信一切众生，就相信一切众生，不止人类，六道众生都有了。相信他们什么呢？都是佛。这个很难。大家如果读过《法华经》的，看过《常不清菩萨品》，他是观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他有佛性，都能成佛。如果你升起这么一个信心，你已经啊入道了。那你看一些众生都是佛，你不会去拜泥像去了，就拜人去了。你就是不拜，也尊敬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看成是未来诸佛，你还能敢伤害他吗？还能动他起坏念头吗？尊重别人，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佛性。这个道理啊比较的很深，但是我们一般呢还是从信心上做起啊，有真正的信，不是虚假的信。有些人做好事儿，说做慈善事业是为了名，或者是这里都加上为利，离不开名利啊。如果真正做慈善事业的，不要去贪恋这些个，心里去做，念念帮助别人。你为什么念佛经？给别人祈求，不是为了自己。这个道理呢，一般的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到，就是先为自己，而后为别人。说大菩萨发心，先度别人，然后再传到自己，这个比较的难，但是越难的成就越大。不难的，人人都能做得到的，那就不稀奇了。信佛者多，信心难建立。